是吧？再次相聚是缘分呐。谭大姐，谭大姐，是这可以吗？我是不是太高了？可以低一点，必须得跟着你的频率，不然就憋死了。谭大姐，你真烦。坐船的时候，慢一点，坐船里点，哎呀，我自己都要气喘声音了。谭太监，你不准死！你醒醒啊，谭太监！谭太监，没有，这姿势，对，能在这个位置，对，五个六个，你就一直坐，往后你就一直坐，对吧？转一点，我转一点，转一点，转那边。我应该还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对对对，上这个位置。打一下。哎，你拖我吧，要不，要不你踩我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呱呱！这条就交了。你得着了。啊！果然是高手。感情化了。